抬眼露出笑脸，迎接一切。
停下他的手。旅程中摘过的花，你还记得它绽放的样子吗？风景里说过的话，是否值得一辈子铭记吗？留恋那一路上人和事。三二一，我们毕业啦！当风光消瘦时，对呀，就是那种风。就这么结束了，再过段时间再回想起来更有感触。就我们刚刚在后台换衣服的时候，大家就说，哎，我们这个毕业了，那我们以后还是 S 队的成员吗？以后还是怎么介绍自己啊？然后他们说什么以后我们这就是 SNH48 的优秀毕业生，要这么介绍自己。然后我就说，那毕业生的话，我们之后还可以有回归舞台吗？就是像那种希望以后我们十年之后还可以，就是如果嘉兴路剧场还在的话，如果我们新梦剧院一定要在，到时候我们大家一起约好了，然后过来来一个十年之后的回归舞台。嗯，十年后再来。